机车骑士自撞路边车辆，蹦的一声，遛狗民众探出头，看到有车祸，立刻上前帮忙。发现骑士有受伤，救护人员赶紧将他送医，但路这么大，又没有什么车，骑一骑怎么会自撞？原来是因为经我们警方49测值的检测哦，超过法定标准。深夜11点多，骑士酒驾酿祸，他的身份也跟着曝光，原来他是台中东区的现任里长。一步一脚印，用心照亮东南区每一里。林系里长连任2届，在地方颇有声望。这次转换跑道，想选市议员，里长的位置想让儿子接棒，但父子俩双双落选。他疑似心情不佳，才会出门找朋友喝酒。没啦，没啦，那没代志啦。心情好歹。没啦，乐意安那，伊就随从家己本身随去做哦，足娱乐的，伊足开心的啦，快归。找到里长服务处，他人不在，亲友对他酒驾自撞事件不愿多说，竞选失利已经够不准，现在又酒驾自撞，衰事连连，心情更是好不起来。九点半，警察台中采访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